诸位大德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今天我们大家有缘在这一个场所来谈谈佛法，希望对佛法有所认识，便于学习，而能够真正达到学佛的效果。佛法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创办的。佛灭度之后600年间，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是汉朝，后汉永平十年，也就是公元67年。这个概念非常的清晰，佛法传到中国有2000年了，为中国朝野所热爱。早期的佛教确确实实是佛陀的教育，佛陀的教学，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宗教。可是佛教在唐朝以后有分为宗门教下，这是佛法本身所谓的宗与教，跟现前宗教的定义完全不相同。宗门是专门指禅宗，我们晓得这个大小乘佛法在中国总共有10个宗派，小乘有2个宗派，陈师宗与居士宗。这宗啊，到唐朝末年已经衰了，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了。大乘佛法有8个宗派，除了禅宗啊，称宗门之外，其他都称为教下。这是2种完全不同教学的方式，它最大的差别，教下是依据佛的经典，其实佛传下来的经典就像现在学校里面的教科书一样，由浅而深，循序渐进，好像我们现在读书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那么这个称之为教下。至于宗门呢，那就像我们现代所说的天才教学班，它没有层次的，甚至于7、8岁呀就可以念研究所，那么这是佛家所讲的
上上根人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学的。那么他们教学的特色了，宗门是物后其修，当然这个很难了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，这才讲修行。在教下就不一样了，教下是属于渐修，按部就班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把自己德行智慧境界向上提升。那么这是佛门里面称为宗门教下的概略情形。至于佛教变成宗教，可以说是很晚的事情。我们追溯过去的历史啊，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，因为我们看到清朝盛世，也就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的时代，佛法依旧是教学，依旧是教育，可见的变成宗教这个时间并不很久，但是它确实已经变成宗教了，我们今天说佛教不是宗教，这个话说不过去，所以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，佛教总共有五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存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学佛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。第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，这是传统的佛教。实在说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那么最常见的呢，就是变了质的佛教变成宗教，把释迦牟尼佛、把佛菩萨都当作神明看待，这就是变成宗教了。传统宗教里面，我们绝对不会把佛菩萨看作神明。佛菩萨是什么人呢？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？在传统佛教里面，释迦牟尼佛